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2022年 韩国女同志们票选最喜欢的女爱豆前20位。 20位 여자아이돌 수화. 19位 TWICE 사나. 共同17位 이달의 소녀 이브. 共同17位 우주소녀 엑시. 16位 아이브 안유진. 15位 마마무 문별. 14位 에스파 윈터. 13位 이달의 소녀 올리비아 해. 12位 우주소녀 루다. 11位 여자아이들 민니. 10位 이달의 소녀 희진. 9位 우주소녀 은서. 8位 소녀시대 태연. 7位 에스파 카리나. 6位 여자애들 미연. 5位 레드벨벳 웬디. 4位 레드벨벳 슬기. 3位 레드벨벳 아이린. 2位 우주소녀 보나. 1位 우주소녀 설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吉库认为要以爱豆成功的条件是 吉库与Stacy 出演了一个广播节目，现在从观众席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是坐在第三排的观众，是梦想成为爱豆的中学生， 想要听一下Stacy的建议。 建议要怎么说比较好呢？ 努力，要有恒心。 那吉库身为爱豆的前辈，也给个建议吧。 要遇到好的公司啊。对对对对对， BLACKPINK 当时真的很辛苦了，公司可以说是全部，宣传也好，好的歌曲、营销等，这都是由公司来操作的。就算有实力遇到不好的公司，也会悄悄的消失。大型经纪公司做的再怎么不好，也不是中小公司可以比较的对象。也不能小看大型经纪公司的架足粉，当然不是所有粉丝都是架足粉，但是最起码出新人的话会去关心。不是大型经纪公司能成功也是个奇迹。所以大家也觉得爱豆成功的条件，公司是最重要的因素吗？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